又带水镜时取一米许，当水上，信手投之水中，其水波即动，片于碗内，自面临上观之，其白者即动，更着豆许投之，水波更大，面上白者或见不见，乃至藻等投之于水，其波转大。面上白者，即自身头面，总皆隐没不现，有水动故也。言完者，即欲生气也；言水者，即欲自心水也；言波浪者，即欲乱想烦恼也。好，这一段文大家都可以知道，就是说啊，用豆子啦，用枣啦，哦，都来投入在这碗水里面，波动的大小而已啊，镜面水面的这个呈现度啊，所以呢，这一段话讲自心为内烦恼动了，自心为了外面的烦恼，外面的这个尘埃所动了，所以乱想的烦恼者。它能令你的心散乱，所以就不能观啊，就不能观。那我们用这个水，一碗水来做观，你就可以知道啊。那这碗水，如果说水面动了，就是你心动了啊。水面的水动得很厉害，就是代表你的烦恼太多了啊，是这样的意思啊。那投成碗水之喻呢，就是这个。投豆子，投枣子，这个投这碗水，这个譬喻呢，就是在说明你的定心，你的心受到外尘所动啊，所已经动心了，所以你的这个清净的净呢，就会消失了。如果你的细粗想，就是说啊，细的，就像他们讲的那个刚豆子是属于细的。啊，枣子是属于粗想的啊。如果你定中见到很清净的净的时候，就得到三昧定乐，身心会清安嘛。啊，那于其定乐呢，就会起真上贪，起了真，你这个有在定了，你在专注了啊。那你如果起了这个真上贪了，就贪心这个定乐的时候，就粗想。啊，那起微细的贪呢，就是一种啊细想啊。那细想跟粗想呢，都是一种定心的散乱啊，都是定心的散乱啊。意思说，你修禅定的人，有时候呢，你在这个定里面呢，你很舒服啊，你就觉得你在这个禅定里面你很舒服啊，那你就会起贪婪心啊，对这个定的贪婪。啊，那这个就是一种散乱，这是就是一种散乱，心水即动，定心即动，哈、啊，所见境定啊，即便消灭，哈、啊，啊，所以《日观书》里面说，若起贪心，心水则动，以心动故，清净的净啊，净尽即失啊，是，好，再麻烦家里。待水静时，投一米许，水波即动。面上白者，其影即动；更投豆许，水波更大。面上白者，或见不见；投藻等物，水波转大。面上白者，隐没不现。好，那这个都是已经都讲过了哈。这个就是豆子也好啊，米也好啊，还是枣子也好，都是在说明我们的这个烦恼啊，那粗跟细啊，那心没有办法修到这个三昧定了哈啊，这个禅定了啊，那都是跟自己的内外烦恼相应了。都有相应哈，内外烦恼太多了，所以就跟定了，就违背了，就不能成，就是修炼成定了。好，眼渐渐波浪息者，即是智舍众缘，住心一境也。眼水静静现者，即是能源之心无乱，所缘之境不动。
内外恬怕，所求之相显然。又细想及初想，水心水即动，心水即动，静即失。又细沉即已出沉，投之即进水中，其水波浪即动。又行者等，但看此水动不动向，即是自心住不住也。又进现失不失，邪正等一同前日观也。好，那这一段话呢，就是啊，渐渐的这个波浪呢，啊，已经平息下来了。那你自心一处啦，啊，舍心自舍心一境啊，啊，怎么样？祸啊，内外的祸烦恼都不起，那啊，心就会静了哈。啊心自啊静静啊，渐渐的波呢洗了啊，那自舍自啊，你可以控制啊，可以止住啊，可以舍掉废掉外面的眼耳鼻舌身啊意的这种尘劳啊，住心所观一境啊，你专注一处，内烦恼起。必有外面，你的内在的烦恼妄想都可能因为外面引起的，那你已经对外缘啊隔除了，外缘隔除了，那你就外缘隔除了，你内在的烦恼就会少了啊，那你心就会静了啊，你又加上呢用功住在一境，一个住在一个专注一处啊，那能缘你能缘心。明内所缘尽为外啊，所缘的尽为，所以这个呢你内外呢都已经能断除这些了啊，那你这个时候呢，你所心静下来的时候呢，所求向者就是宝地观呐、啊，就宝地观啊，那这个就是啊。就跟你的日观、水观，到最后这个宝地观，它是有连接的，它是有连接的啊。好，又天清赞云：观彼世界相，胜过三界道，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此即总名彼国地之分量也。好，他这里说呢。啊，量的功德跟清净的功德这一段话啊，天清大师他在讲啊，量的功德啊跟清净的功德啊，清净就是说明不净，哪里不净呢？世界相观彼极乐世界的世界相胜过地狱这个色界无色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这个相好啊，因为我们知道不清净的三界苦呢。啊，都是有漏的，有漏的啊，就有烦恼的啊。那因若因若果污秽不净啊，他们因果都是污秽不净的。安乐依果啊，从什么是安乐？安乐呢？啊，它的果，它的依果是什么呢？它是从佛的究竟无漏因起的。你要修往上升佛国，你要证得佛的果位，你一定要修就那个佛的这个因，怎么修才能得到那个果嘛？啊，那从佛的究竟无漏因起，才会得到清净无垢。那这个名叫做庄严清净功德啊，就是说彼世界相者，安乐是清净相。啊，极乐世界是安乐清净相，胜过三界道者啊，胜过这个啊三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安乐果极乐世界胜过三界有漏的不清净的因果，意思极乐那个娑婆世界都非常的不清净啊，它的因也不清净，你得到这个三界里面的果也是不清净的。啊，意思你修的就算是善业，它也是不清净的啊。当然了，以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的相比嘛，啊，那你清净跟对比就是不净嘛。那
极乐世界的因果都是佛的因，得到佛的果嘛。娑婆世界所修的都是要来轮回的，都是污染的因，有漏的因，有漏的果，就是污秽的，不净的啊。所以他这里在说量的功德，什么是量的功德？无极乐世界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大如虚空。没有办说无法限量的，所以呢，彼国啊，那南彼国量啊，有边无边呐、啊，啊，他这样讲，这样广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此即冲中总明总说要明白，你们要清楚极乐世界的啊这个地方啊，它的分量。它的分量，这重点是分量，就是说极乐世界的这个量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功德啊，还有它的清净功德，都胜过于我们的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好，那这个水观的科判里面，就是水观呢，在说明地，总体在说明地。那什么地呢？地下庄严。就是地宝庄严啊，那地宝庄严呢啊，它要说明怎么样呢？地上的庄严，因为地下庄严才能呈现出地上的庄严。那这个地上的庄严是指哪里？你们知道吗？极乐世界。我刚刚讲水观完呢，成为地观了，地观呢很殊胜哦，整个琉璃地要高举啊，七宝有如金刚的那个七宝的这个天厨呢啊，那个七宝厨就把它举起来啊，到极乐世界啊，就等于是转换了一个空间的啦啊。我们本来在是娑婆世界日观水观嘛，但是后来你都观成了，就转换了一个空间了，就不是娑婆世界的地观，就是极乐世界的地观。那地极乐世界的地观的时候，它的地上庄严就开始观了，下一个就要观地上庄严。那等一下，当然这些经文都会写了，它连地上的庄严在水观里面都有了，都特别的标示出来了啊。那过来呢，就是空中的庄严，光明光遍的庄严啊，这样子。所以水观，各位，我们很多人听水观好像只是观水而已，不是。那这个水观哦，还要观地下庄严、地上庄严，还有空中庄严、光遍庄严、水观哦，啊，这个没有看都不知道，看了啊，你才知道啊，这个水观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这个定力强不强？定力要很强啊，不然你怎么有办法观这个啊、有水软的湿的变成硬的啊、变成晶莹剔透，还有可以折射，还可以厚度多深啊、变成大地，地上又成为金银财宝，不是金银财宝啦，有金银七宝所成啊、就不真的是不一样。好，那我们现在要看第二点哦，哈，它因为呢，我们总共水观有分六点啊，水观有分六点啊，那我们现在要看第二点，第二点呢，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好，这里哈、地铁啊，现在二呢要讲地下庄严的，是这样子哈、所以二从下有这里。好，二从下有金刚七宝，下至不可具见以来，证明地下庄严即有其七。一，明床体等是无漏金刚；二，明勤地相显应庄严；三，明方楞具足表非原相；四，明白宝合成亮出尘沙；五，明宝出千光，光周无边之际；六，明光多异色，色照宝地，随机变现，无时不异也；七，明众光散彩，
应觉日轮，兴亡者睹之，杂南周习。好，好，这是讲第六点，其中第二点，第二点里面又说明有地下庄严，怎么庄严？有七点的庄严。好，那你要看哦，这七点的庄严，你都要观想出来。好，观想出来，七宝金床琴琉璃地啊，就是呢啊，这个琉璃地的下方啊，有七宝啊，七宝的那个金床呢，就好像是有一个柱子一样啊，帮你顶出来，顶出来的琉璃地啊。所以呢，第一呢，他说明床之与地互相辉映啊，将它呢顶出来之后呢啊。那个七宝床呢，啊，七宝床呢，跟这个琉璃地呢，啊，灯灯相射了，光啊光互相照应了。第二呢，其相显应及庄严相，啊，晶莹剔透嘛，都非常都七宝又加上琉璃地，它很庄严啊，就是在说明这个啊，互相辉映啊，七宝这个的光折射到琉璃地，琉璃地的光折射到这个七宝床，这样啊。第三呢啊，方刃具足表啊什么圆表，不是圆相啊，意思说这个地呢，它不是圆的啊，它不是圆的，它不是圆的，他说它不是圆的啊。那再说明呢什么呢，方刃啊具足，再说其床其床呢八方八刃具足。什么是八方八刃呢啊，在华严经里面讲世界形象种种不同啊，他说方圆有三角有半，就是说那个世界的形有很多种啊，有的圆的，有方的，有三角的，有半月的，种种像。但是在这里讲的琴地宝床，琴地哈就高举乃至托出这个宝床哈，琴地宝床八方八刃具足，说明这个极乐世界的形成，它是有八方，就是我们讲的是八个菱角，八个菱角就像八个莲花叶一样，莲花叶一片一片的那个感觉，不是圆的啊，非圆形象啊。但是就如经上说，八种清风，或者说树高八千有许，都在说明这个八池水啊，八池水啊，八池水。那在这个地方，八方八刃，它这里有特别讲，就好像我们的这个有七面，七面这个七宝床呢。啊，这个柱子，我们比喻说柱子啊，它有七面、八面，八面有八面这样子。那还是那当然呢，它也有特别讲到这个水嘛，哈，八功德水，观世音菩萨怎么样啊，种种啊，那都是在表明说信海啊法门的这个名数啊啊，在说明这个这个我们这里就不说了哈，是在说明八功德水的啊，不要我怕有时候扯得太远了啊，八功德水啊。第四呢啊，百宝合成，亮出成沙了啊，就是解释说每一个方面都是百宝所成呐 啊，就是每一个方面啊，就是假如说八方八刃，它这个都是百宝所成啊，亮出成沙啊，指的是百宝宝床的量啊啊，床数的无量，它是指是成沙货。那意思我们成沙货，成沙很多啊。那我们这个在极乐世界，它这个都转换了啊，成沙货都转换成无量的宝啊。所以地下庄严七宝床，无量无边无数亿。所以
将地下的庄严呢，他地下的庄严不是一个柱子而已，他是成为很多的七宝床，把它撑出来啊，撑出，所以呢，他呢有无量无数的。第五面他说明宝出千光，这些宝呢啊，这些杂色嘛，它很多宝，很多宝，众宝嘛，所以它有众光明啊，有很多的光明啊，光周无边之际，所以一一诸诸宝珠有千光明啊。那珠光遍至国中，这个光遍整个极乐世界，百宝一一啊，就是百宝一一宝珠，一一宝珠呢各出千光，每一个宝珠都有很多光，其光遍至国中啊，就光周无边际的。啊，光周无边际，它是在第五啊，所以光周无边际说明千光哈，宝光很多，灯灯相射的意思啊。那第六呢，他说光很多，因为杂宝嘛，杂宝就有杂光，就有各种异色，这种色呢照他方各个地方，那就是随这个机呢，随众生的根器会变现。啊，所以这个光呢，来在它可以到了各个地方、各个法上、各个地方去救度众生，无时不遇，都随时给予众生。所以此名宝珠光呢，照他国，给予众生利益。多益色者，只是八万四千色啊，那就是因为百宝珠光嘛，所以就是珠色者就变成八万四千光色，都每一色啊，每一种色都可以。啊，利益到其他世界啊，其他的一切众生，那皆因为它有变现种种佛事，这个光呢啊，可以变现种种佛事，可以呢啊，让啊这个种种佛事呢，就助佛宣化，协助佛宣扬佛法，尽未来际无时呢啊不易，随时都可以得到佛的加持啊，所以在甚深子受又正则所解，就是说。啊，这部《观无量寿经》圣人的指导，又得到这个正者啊，有正量的解释啊，就不虚唯虚养性，只要你相信就好啊，何须闻正呢？若强取正呢？如坐观说的，于华台上有大宝床哦，床上宝珠各出八万四千金色，一一金色遍其。啊，十宝土，那十宝庄严土啊，就我们知道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报身佛啊，所以他这边是啊十宝庄严土，极乐世界是处处变化，所以他这个十宝庄严土呢是啊，所以呢都是大菩萨所住的地方，所以呢他们都可以随时各作异象，或作金刚台，或作珍珠网，或作杂华云，于十方面者随意变现。施作佛事啊，因为光摄于各个世界、各个地方、各个度众生，可以让众生得到利益啊。所以啊，台上的宝床珠光就是这样，地下的宝床珠光也没有，也是一样的，视其得正不可易求啦啊。其实他显现出说金刚七宝之下呢，所见的这个都是不可具见，就是说这个都是很奇妙的一个境界，不可具见，就是很难可以见到的。那这样子的庄严啊，这样子的啊，心王者睹之啊，最难周，这很难很难哈，很难去大家很难去理解的。很难理解，很难，根本很难去看到，因为我们都是凡夫嘛，所以第七呢说众光啊善彩应觉日轮呐 啊心王者啊来看睹之最难啊，睹之啊最难周悉啊，就王者心往生者啊，他这个心王者很难周悉，这是。是观彼庄严相啊，心王者想要前往啊，这个自眼未明了故，自然不可具见啊。
那对此对修观行人为言来讲啊，这个同坐观说光明四圣不可具见啊，就是不容易看到这个光明视线是很大，看不，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灯灯相射啊，百宝光明啊，哈，千光啊，哈，这样子的光明啊，就是我不可具见啊，是这样意思啊，最难周悉的啊，就算你也心王者观彼庄严相，自眼未明呐、啊，未明了故，自然你也是。你也是看不到的意思的啊，也看不到意思啊。那当然呢，这个新王者也有他的两个意思的。已经往生的人呢、啊，为他是修定善行，修定善行的命中之后呢，啊，马称为新往生者。其出生者见他的依报跟正报的相犹未明了啊。还没有明了，就是说啊，他对这个见报依报没有修得很好啦，意未明了，没有修得很好。那意救什么救是往救助见者啊，救助见者就是现身于中，敬业已成就，名为新王者。此复有两种啊，定善行人啊，跟念佛行人。定善的人啊，勤修定观，其业已成了，定当得生彼，故应得果名，成为新王者啊，新王生。我念佛的人啊，为彼佛光摄受啊，现住定居的定居现住啊，在这个住在这个定里面，属已往生，属已经生啊这一类的，名为新王者。如经中说。发三种心即便往生，叹此土念佛行人，称为彼国人。念啊，就是在娑婆世界念佛的人，称为彼国的人，是属于什么慎重庄严之属。那这个，因为我们时间到了啊，这个再跟下次再跟大家再解释一下好吗？啊，因为他这边有特别讲到一个新往生跟旧往生啊，那个新往生又分为什么样的人啊？他怎么样修啊？成为叫做新者跟旧者啊？是啊，好，那我们今天啊，先讲到这里。啊，我们其实今天讲的都是跟修观想啊、跟修禅定有关系的啦。哦，好，那我们现在来念发愿文啊，来念发愿文。稽首西方安乐国，接引众生大导师。我今发愿，愿往生，唯愿慈悲哀摄受。弟子众等。普为世恩三友，法界众生求于诸佛，一乘无上菩提道故，专心持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寄生净土，又以业众福亲，障身慧浅，染心易事，尽德难成，今于佛前翘请五体。霹雳一心，头沉忏悔。我及众生旷解至今，迷本净心，众贪嗔痴，染秽三业，无量无边所作罪垢，无量无边所结冤业，愿悉消灭。从于今日立身誓愿，远离恶法，誓不更造。勤修圣道，誓不退堕；誓成正觉，誓度众生。阿弥陀佛，以慈悲愿力，当正知我，当哀悯我，当加倍我。愿禅观之中，梦寐之际，得见阿弥陀佛金色之身，得离阿弥陀佛宝岩之土。得蒙阿弥陀佛甘露灌顶，光明照身，手摩我头，
依附我体，使我数障自除，善根增长，即空烦恼，顿破无明，圆觉妙心，豁然开悟，极光增进，常得现前。至于临欲命中，欲知实质，身无一切病苦厄难，心无一切贪念迷惑，诸根越狱，正念分明，舍报安详，不入禅定。阿弥陀佛与观音世智，诸圣贤众，放光接引，垂手提膝，楼阁传翻，异乡天乐，西方圣境，昭示目前，令诸众生见者闻者欢喜赞叹，发菩提心，我于尔时乘金刚台，随从佛后，如弹指琴，生极乐国，七宝池内，圣莲花中，花开见佛，见诸菩萨，闻妙法音，破无生忍，于须臾间成是诸佛，亲蒙受记，得受记已，三身四智，五眼六通，无量百千陀罗尼门，一切功德皆悉成就，然后不为安养，回入娑婆，分身无数，遍十方刹，以不可思议自在神力，种种方便，度脱众生，咸令离难，还得净心，同生西方，入不退地。如此大愿，世界无尽，众生无尽，业及烦恼一切无尽，我愿无尽，愿今礼佛发愿，此修持功德，回师有情，世恩总报，三有其之，法界众生同源种智，我今众等称念阿弥陀，真实功德佛名号，唯愿慈悲哀色受，正知忏悔及所愿，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欲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愿我临欲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南无阿弥陀佛。